收到消息，让大家要注意的是，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，在我们的周围。您这边请。哎，不是，没有马克思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给你打中国人，我们也是，我要中国人。请问，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？是萨利吗？是列宁吗？马克思中国人。我永远爱我的国家，爱我的人民。谁杀害？但是，不是算死了吗？我也觉得现在的政策是有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是有问题。所以我要不然我不要转移话题，要不要转移想？那你们继续。你好，请问，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？不是，我是。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？我真的完完全全认同你们说的。大家伙是境外势力叫来的吗？不是。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，我们哪儿来的境外势力？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？我们只有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聚集。外边有王子。我们现在是能出国，还是能上国外的网？